雄猴之猴行为，还不是炫耀自身价值，也着实让人面红耳赤。这种有艺术的行为，可是只能在大脑发达的猴子身上才能碰到。讨厌自己的另一半，雄性有时会自行解决，但是这只熊猴子现在的行为并不是这个意思。这样耍性子后再进行交配，难道会更有趣儿吗？真是让人哭笑不得。